三年 A 組バボ先生ザコアイスアイスレイディディスコーユーユーセイパーティー好东西面对了不是你们到底是把我当英文白痴吗我也是看得懂好吗说啥呢你们现在打英文出来，我可以念得很清楚。UNBELIEVABLE 有没有很清楚？我念得很清楚。Do you like ice cooling?母是吗 ？You sad 要怎么拼 ？We can use English to talk. We you see. 哎，至少我敢念，你们讲什么？有多少人不敢念？哈 Pablo 的英文到底是 Pablo 还是 Pablo 吧？不是，我是 Pablo。哎，我的 English 有很重的怕爆腔，哎，这是爆式英文。如果我当上英文老师的话，可能会出现男学生因为精疲力尽，无法上考场。你是说像是 ？Oh my student, come on, yes, so good 。对不起，怎么了？怎么了？你们怎么了？为什么那句英文？他不然念什么？我想想看，感觉说这句话很羞耻哎。まあ、お兄ちゃんも、おじんじんも、気持ち悪い。还是我们讲台语。もう、阿兄、等一下，我怎么没有想过台语的居居叫什么？哦，我想起来了，某阿兄的懒趴就设计的，就好笑的，哇哈哈哈哈哈哈，那设计，好人看到会拢笑的，不是，等一下，为什么炮哥为什么在靠腰？我很抱歉，都是他们叫我说的。时间点也太刚好了吧？我的头很痛了。哇嘞！不是啊，你们一直说我很色，可是重点是，你们这样听下来，我一点也不色，好不好？色大概占了80%，可是重点是，你们听我的声音会色得起来吗？不是。你们就听着我的声音，你们觉得你们色起来吗？你们想想看，但很色，不知道为啥。等一下，我根本没有做出很色的事情。怎样才算是色？我可以问一下吗？你们定义的色到底是怎样？有讲话就算。请问你们会看一个 VTube， 然后不讲话，然后就天哪！来，我们来默剧一分钟。Later。OK。请问我会很色吗 ？Yes。你们是视觉动物啊？你们这些臭鸡鸡。